大哥渐渐沉默，再也不说话。哎，我觉得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们？很喜欢。真的吗？哎，真的，你拍的节目特别好哎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真的，我真的有。你喜欢看吃吃喝喝是不是？因为对，讲一个笑话给他听啊。现在你都不拍了。对，我现在拍我们这个营业中啊。我不晓得你现在电视里面 没出来了。有。好啦。我们都遇到很多人都喜欢看莎莎，我们聊天的时候都聊到莎莎。谢谢。我说莎莎哇，好会吃，好会吃，好会吃，懂事。嗯，好会，很少这样形容。来，他说压饼。每个人把图片戳一个洞。哦，要来了，要来了。莎莎真的有一套。真的啊，就拍节目的话，这个其实常常也在做，跟你。大哥，其实我们做的都一样。还山上还。你都只夸奖他。不是啊，他真的手巧，比较灵巧。对面这个他也很厉害，他很会做菜。如果是我也是老板的话，我也是夸奖莎莎。谢谢老板。好，我们休息个十分钟，烤鸡冠饼。那我们休息十分钟，可以去吃面包吗？可以啊，随便吃。随便吃啊。Yes， 我们很会吃哦。我只怕你不是吃啊，吃起来，老板请客，尽量吃。好，谢谢老板。老板，我们等待济公饼，来再吃个面包。大哥，莎莎有话跟你说。问题，他有，莎莎有问题。东引是一个岛，对。那我想问你，世界上最快乐的岛是什么岛？东引岛。不是。真的？为什么这边人没有压力？是。我把你推倒啊！把我推倒啊！还好，你把我推倒刚刚好。有回应，不但不轻的、啊，有回应。啊，发酵好了吗？快好了。你有在看时间吗？没有，他闻味道，感觉。老板突然进去，我需要问他干嘛吗？没有，他就看有没有发酵。他你看，我看到莎莎来，我卤都忘记开了。发酵箱都忘记开了，发酵箱忘记开，所以刚刚白等了。你只是为了多跟他相处，再十分钟。他讲了把你推倒，你就整个乱掉了啦。傻眼，发酵箱忘记开，可爱。